各位，呢个系一来自一个印度个网站啊 ，Hindustan Times 啊，咁啊就2023年9月17日今日啊，咁就而家有一个新嘅病毒，涅帕，咁啊就喺印度一个叫做 Kerala 嗰度咧就传播紧，因此咧就佢哋嘅健康中心啊，健康政府嘅健康部门啦吓，就要收紧呢个管制啦。咁啊就38个 wards 啊，咁啊呢个地区同埋7个 wards 系另外呢个地区，咁咧就认为系 containment zone， 即系已经感染咗噶啦啊。咁啊就喺星期六，即系琴日啦，就收紧咗喺呢一个地区，咁因为发现咧系第六宗呢一个 Nipah virus 啊，咁啊就会呢个收紧啦，系会一路而家所有嘅学校啊、教育机构，咁啊包括学校啊、大学补习中心啊、中心嗰啲啊 professional training 啊、coaching 嗰啲啊培嗰啲。训练中心等等要封到去9月27日，诶唔系好耐啫，6日啊，咁啊就建议咧就系网上上网啊，咁咧就唔同嘅地区都有一个唔同嘅所谓 containment zone 啦，咁希望啊印度就可以控制住呢个嘅病毒，唔好俾佢变成一个。好似新冠病毒咁啦，係嘛？